七八糟的。就帮我拿一个十块钱。好的。打扣。看到了太阳，它越来越雾了，越来越好。那太阳呢？关紧窗，先把它封起来。虽然会有发的膜，但是避免那个，避免雾不小心掉的话，小朋友会去看这里的话，不大的。你到底不知道它的披风可以脱下来？你到底你很热对不对？好，来起来，我们去小女发的膜。我这是巴德膜，天文望远镜用的。你看这样能不能看太阳？哎，这样可以的，这样也看得到太阳嘞。我也要看。来，看得到。看到太阳对不对？紫色的太阳哎。快点，白色的太阳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有没有看出去？有没有看到太阳？嗯。有吗？没。调焦距，就是尽量抓最远的地方了。好。再切手动对焦 ，OK， 太阳跑出来了，巴德膜 ，Night View， 观景窗这个 LCD 出去都黑的，你根本找不到太阳，所以等下时间差不多再来找。快进去了哈，出来了。什么？这只要出来！哇，有有哇，太大太大，已经跑下去了。妈妈得了爱豆，妈妈可以休息一下。你妈妈开始吃了嘞。你开始吃了，已经开始吃了。快快快，你们看，你看右下角也开始吃了啦。一人一台，一人一台，一人一个。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有吗？没看到。检查一下。看出来右下。有右下角。右下角已经在吃了，对不对？有吃一点点了，有没有？对。哦。那个六点方向，5点到6点方向。人家已经开始吃了啦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已经。那等我们三个脸都变黑炭，哇，好酷哈、哦！哎、欸，真的被吃了哎、欸！你去看妈妈的礼物，现在吃多久？嗯，吃到五点多，四点十三最大，是最多的时候。哇，要吃两个小时呢，吓得我睡着。妈妈，妈妈。有啊，在吃了没有？哎、欸，真的被吃了哎、欸！我看一下哦，你去看妈妈的礼物哦，它好像又吃比较大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如果吃90%也很酷啊！我妈现在更清楚了，我刚才调错了，有没有？现在旁边更清楚。4点13分是最大的，现在一个钟头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哈哈蛮酷的呢，已经吃了大概有1/10了吧，只要4点13这片云跑掉就可以了。出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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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。没有，是比刚才多吗？有啊。哇，这很多份，我觉得已经快1/4了吧，还是没有1/3吗？很像月亮缺一角哈。哇，好玩哦。好像小精灵的那个蜥了。我们是喵喵跑的，等下你看，你看，已经被吃了。对啊。啊，妹妹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不要。哦，还有半个钟头。大鸡要不要吃掉？大鸡。这种云层里面的真漂亮。它已经变月亮了啦。变月亮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像那个小精灵的那个蜥。没有，把你的椅子抬过去来，妹妹。什么小鸡眼？噔噔噔，应该吃一半了哈。看你大球。还有23分钟。23分钟看得到月球。哦，太阳这么强。
那这片鱼跑掉了，漂亮。用90%不知道会多细哈，真酷啊！欸、真的有比较暗的感觉哈，好细一个喽。花镜子，哎，这个是小香蕉。还有15分钟嘛，对不对？10分钟，希望不要有那个云就好了。还有4分钟，还有4分钟，附近都没什么厚的云的哈。对啊，这云 OK 啊 ，OK。哇！4:13了。结束了，他要往回跑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GoPro 就继续说时间。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